high-tech, such as hydrogen fuel cells and automotive chips, has caught visitors' eyeballs at the 2022 World New Energy Vehicle Congress, which ended Sunday in Beijing. 240千瓦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，它是用氢气作为燃料，通过电化学反应来产生电能和热能的一款发动机，就可以搭载到像北汽福田的这个49吨重卡，甚至是更高吨位的啊，到60吨的这种重卡的运输，作为它的心脏。我们呢，在上面呢，就是搭载了自己研发的 HSOV 超级电子电器架构，大家可以通俗的把它理解成是什么呢？新时代的智能电动汽车的操作系统，无论是外部的开发者，我们自己的工程师，甚至这个就是用户，都能够通过这个开发工具对这个车辆的功能进行编程和重组，从而打造出自己最想要的功能。如果说你没有带上钥匙的话呢，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担心，只要刷脸，然后呢门也会自动的打开。智能化时代和电动化时代，电动车会给大家带来与传统的燃油车完全不一样的使用体验。